好，还有你说的。我要个整理的，我要个整理的。还有个整理。对啊。不到哪？三车，这个要交，这个资料。
我很快嘛。好好，那就改天。那地地长地长地长。加加加加。迄个潘修，啊咧讲讲的，啊我着讲，因为我有接手机吼，车顶吼开会啦，讲安尼袂安怎，啊伊讲啊大家无着安尼决定，即摆收收咧，讲一万块，啊落飞机点就走了了，啊这嘛事实啦，啊所以讲我较歹势吼，我讲好啦，啊无即摆大家收收咧安尼啦，吼啊这互大家了解吼，啊。我在这个感谢大家今天来日本哦，为咱民政府拍拼，啊那家己留一个历史啊，足感谢，谢谢。谢谢护照准备拿出来。阿姐啊，来我做消化料啊。行。啊，咱做伊也知啊，咱日本只个台湾做拢袂做，伊家己。好没有这个东西。好、哦、那个 passport 的 order 哈，安娜可能等下免得去也麻烦了，你知哈？嗯，先做去也麻烦。你先来，左边到南去。来。我们到机场哈。该哈，算这两三天哈，啊。配合了真好势，吼、哦、啊！感谢大位，吼、哦、大家啦，吼、哦，不是大位，啊，咱感谢咱大龙州州长吼，啊来坐咱的车，吼、哦，啊因啊坐咱甲做第一车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阮就讲着阮的代志，啊，较袂，吼、哦、，OK 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对这回来的感想安怎吼？啊，若有意见？哦，咱等下请咱哦，这个咱何春先生吼、哦，啊，甲咱讲，吼、哦，看即摆伊的感想安怎啦吼、哦，啊，看甲咱的感想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。我用台湾话讲话吼，真很慢吼，哎，我袂认真，请大家原谅。那个秘书长。叫我接受这个驻东京驻日本代表的时阵，老实讲，我迄阵时拢完全也无迄个准备好啦。但是咱迄个什么啦，黄惠珍是吧？哦，咱的驻日代表迄阵时，真哩无出席吼、哦。啊，现在紧急状态啊，无多我才咱来接受吼。哦但是我一直拢伫迄个学术界，啊，政界我拢无一个人脉，啊，所以我十月我接受迄个任务，也是从我马上来日本来了解个，啊，发现着吼，哇，在日本迄个地震里头一样，你那个，我刚才甲问讲，啊，你捌听这個台湾民政府个？我捌。哎、啊，讲我倒哪？你听讲迄是个诈骗集团，啊，有一讲这是邪教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这打球呢，我真是真正呢，一直无落去，一直无落去。这内底啊，我干了一个呢吼，无迄个背景的人来这来干什么咯？啊，我这好了，我变看卖的啊，我这伫我迄个阿叔家朋友，着手。啊，幸好，那有一个叫日本叫一个吼，本来是日台英兰会啦，哦，日本台湾，英就是樱花，哦，兰是兰花，哎，会，那就表示讲日台亲善，咱台湾的花不是梅花哦，那应该是咱的兰花，因为那是那个，那个什么？咱那个蝴蝶兰，啊，蝴蝶兰那也是台湾是故乡，我上地。啊，第二个开始改善啦，因为是本来是亲善团体，根本不接触这个政治。
啊，你伊如果伊若来日本，我拢得个接待吼，安尼到处跑啦，啊，所以有建立真好的感情。安尼你啊，伊都开始变名了，日台共荣英兰会加上一个共同，啊，这跟咱的方向一样的吼。他说：“这个特斯拉新款都亏啊。”秘书长就要讲，在东京开一条啊，一条专线的变化哦，来对应这个日本的内部的电力的管理。我想讲，我这么趁早啊吼，啊，讲你也开一条线，来一年到头都要在东京，而且我们啊，今麦哥有这个。office 跟他花费太多，也拿不起啊，所以我甲讲吼，稍等的啊，等待以后这个事务那个结，咱再来考虑啊。啊，你大家记得有一个叫做卡多米奇国加藤美智子，我到来红的哈，以后以来讲，我以后有一个那个公寓哦，也有空着，啊，你会使用。哎，我会使用，我才可以是要无钱要哪用，还是要做人安尼吼？所以我无甲接受，我讲我考虑一下，啊，考虑到即卖也未无甲回答。但是昨昏，周日又来参加咱的演讲会。啊，像这样的迄个朋友，咱开始就一个了嘛。啊，第一，我上个收获。我来一直是来差不多两礼拜，想带大个收获就是去认识这一百回的，伊这个会吼，哦，足有影响力。伊这阿基本拢开几个嘞，每一个月要开一次会，啊，你伫个国会里头啦，国会内底一个接客室呀，就要开，啊，我有去邀请去，啊，迄个会长，他都我上哩，甲我介绍大家。啊，叫我讲几句话，啊，我才讲台湾民进会成立经过，啊，这个任务，哦，啊，即卖困难的啥物，啊，讲了呢，伊先讲一句话，一个十二月台湾民政府访问团会来，就是阿基波隆盖全面支持，一句话，啊，大家都 OK。啊，这个成果就是安尼，但是大家知影哦，十二月这时机，就是日本哦，台湾咱在过迄个过年一样，足无闲个。啊，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全国都开始放年假，啊，都要 Christmas 啦，哦啊，年假散在一起，所以大家拢无迄心情来参加这個，哦，所以迄时演讲的时候，我有甲大家讲。我将这些那么的宣传单交给我们朋友看的时候，伊搞笑，真无用的时阵，他有人去英人要听这个，伊安甲回答，按照迄只判决啦，所以我才讲，哦，今年确实有很日本确实有很多神人哈，他们就大家遐笑起来呢，啊，其实这是。弄遐个，钢丝的粉丝啦，我是萨古拉的粉丝，我是迄个小明木的粉丝这样来。啊，其实哦，咱这个演讲会吼，这过程我感到足困难，因为你已经制定我们几个迄个，哦，迄时源啦吼，这安倍啦吼，都要个请。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但是咱对这个萨古拉进行，哎，没想到伊接受了，啊，哎，就是去年今年8月15日这个孙先生碰到的时候，啊，这四个钢丝哦，本来他们的核心价值都是一致的，都是爱日本文化，
啊，日本的文化的传承者是天皇，啊，个忧国家的安危，都是忧国之事，因为价值观的一样。啊，所以哦，咱的论述，啊，咱的活动，咱的目标，跟应他们的核心价值一致，因为咱们就是要回归日本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步。啊，所以他们就前天是吧？这个组织叫做前天组织啊，啊，就大家在跟我们介绍的我们的价值观念跟他们一样，跟我们的利益跟他们的利益一致。我自己本人偶尔会去演讲，我从来唔捌碰到迄、那个，哇，感到迄视线安尼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那啦那讲，哎，即台哎，那个给人插一个啊，那些个插，那些个玻璃，那些个，反正我那讲声音那大，哎，不管，给面那个嘛，然后跟你讲，我只能真担心我们的安全。我面对着说右边一个看我一滴就走，你们觉得你们的安慰不是很重要吗？啊，我们这个工，我一个钱都拢无，哦，啊连一个刀啊，我是空手，但是法国际法给咱保。那当然要尽量我们的这个，最没有刀剑的状态下，要保护我们自己。这个我也是跟那个秘书长讲，你的安危最重要。啊，所以幸好那给你开世界驻总这里哦，哈哈，经过这个今仔一届的迄落，我老实讲吼，我是拢临机应变啦。唔知这情况，我本来是要要求那苏内主席吼，这一次来，啊，我跟在他的后面学习。哎，这个老早就决定不来了，这不阿多，所以我连续中，当然。规日拢在想，别安那安那，我讲那发生这样的话，啊别安那应付安尼，就开始想，想讲拢在想拢两点三点才开始困，啊叫我起来吼，我白天真忝，啊等下啊都倒了就困安尼啦，啊老啊啦，无会很困难安尼，以前是唔是安尼哦？无我是直冲一直冲到伊咯，这个经验哦，我已经开始在计划每年的活动了哦。啊，我是要用演讲去日本各地哦，我有一挂日本的朋友各地，我要拜托公家召集几个人哦，我来也好啦，一拜也好啦哦，然后我们开始演讲，将咱的迄落。甲种植呀，啊！我要对迄个较保守的管区开始，遐开始接受伊咯，伊才比较右边的呢。啊，东京这个所在是真正呢乱七八糟的所在吼。啊，改明仔载我就会等你，哦，哎，当跟各位见面的可能就是在元旦。我本来是要讲12月30号要回来，要为了这个元旦的活动，啊，没有想到30号没有，啊不，29号没有，28号没有，27号没有，26号没有，25号哎呦，所以我在那这边等。本来是讲留个30，我在中间要去访问4个国会议员，而且这样弄不完。啊！我买真大肥的鱼子哦，我托下到冰箱，下一次我来时再来哦。
我要做迄、那個、先做迄个 PowerPoint 做好。啊，这希望这个咱的本中央会馆来帮忙我做一些好的迄个 PowerPoint。我相信明年十二月咱过来的时阵哦，诶情况又有一点不一样。我希望真的是改进，我们想的哦。这里、個。我这个上界烦恼的吼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咱讲咱的机也袂当摕入去风景里头。我就一直想讲，这不可思议，因为呢，日本的宫内厅那边引进锂制品吼，已经给你调查个清清楚楚了，在那一种，但是他看到我们的。核心价值跟他们的核心价值一致的地方就是尊皇、啊、我们自称为他的臣民，是吧？那当前这些天龙东西这比赛啊，那那冷淡那种的，那、啊、当前有人会去个通过那个公判单的排位了，但是他们有他的路线在调查，因为我们的主张都一直。都没有变啊！俺们家那连续三年，哎，昨天也是进去了啊。这表示咱的几个方向来的地位也是卡，嗯。所以我昨天在那里站在最前面的时候，俺两个警察站底下面对面，我看着无聊，我在这个跟闲聊了，我跟讲。朋友，就我们是日本天皇在海外的亲卫队哦，所以明年我们来的时候，你爱敢摆这几列天皇的正前面哦，而且突然，所以今年可能不可能，但是我希望你将我们的希望传达给你们上层的，哎，这就你这个边那去了。我讲侬，伊去跟人详细讲，啊，对，伊就挖到些些去，伊在上市底下讲讲，回来讲哦，别啦，在前面来的哦，伊可能我相信有可能安排哦，较早一点进入。咱想讲咱是第一批，最早到的不是哦，最早到的是金梅的。都底下在等啦，啊，不是讲住在帐篷呢，有的盖那个毛毯，有的睡那个那个睡袋，底下在摆呢。啊，第二早就是六点，哦，啊，第三早是七点到七点半啦，啊，咱是摆是第四啦，应该是差不多，我知影是差不多咱第五。但是他让我们第四才能进去，所以这种有可能吼，因别说对让人家知道是对我们偏心吼，当然人家也讲话啊，对咱怎样先来怎样的好吼，这个时候我是真正那软木，唔知我咩安那一路没有，然后邻居、哦、突然装视线，啊，他就应付了你吼。啊、但是能够这样也是有让大家都团结一致、哦、我真感谢、哦、这也是咱家己感觉到好感，别人看得更舒服、哦、尤其咱自认为是那个天龙的亲卫队哈，那态度要很好，最怕的就是像流亡政权的警察嘛，或哎吊儿郎当哈。啊！就是安尼，提到迄个条啊啦，啥物啦？你看，伊就不能在讲安尼。啊！伊对迄个有个任务的人哦，最好不要发什么传单啦，什么之类，要妨碍他们的公务哦。啊！希望我们元旦的团拜哦，我们再见哦。希望我能够平安回到台湾去跟大家再见面哦。感谢哦。啊，这里那的团长是真够价哦。
伊安尼，就是咱安尼，叫伊虽然真点，但是伊知影整个情况该怎么做，所以大家拢以他为中心在动哦。啊，当然那那里我他不听了，我们的财务长哦，他就是太热心的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这才是啥呢？伊是安怎的哦？把咱中国安尼注意。啊，这个咱的师长啊，哦，每讲的迄落，马上拢抛到诶往上去了。你的能力是不是安那来的？老公，哎，一定是你有很好的助手在旁边啊，对啦。啊，咱这位，咱的车长吼，安尼，笑，将来一些有紧张的话化解掉啊。因为，啊，各位组长吼，副团长，谢谢你，你的功劳非常大哦。啊，我是做销售啊，在活动啊，那样哈，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咱的何春先生哈，啊，甲咱讲遮详细，吼，咱这真正咱这回吼，我那大家我真认真哈，啊，真团结，啊来，迄个议长要讲，啊，真不错，啊。啊，所以我若笑吼，讲我咧笑死人啦，啊咧笑死人啊，啊所以我袂使笑起来吼。后来啊，祝大家即个大家愈多愉快，一切拢真顺利啦，非常感谢。你简单者嘛？完成。啊，但是伊有哪有交代讲咱袂使穿外衣啦？吼。啊，但是我是85岁吼，85岁尔啦。哦，反正大家拢壮咧，是拢90岁以上的。啊，阮的年代呐，80岁就袂歹啦。我真感谢，今仔日一搭随团来，互恁大家加持啦。哦，是借着恁的气，哦，我才会当健康，啊，我才会真快乐。我含大家出来活动安尼。啊，我爱讲的是，我有哪来了建议啦。像我这无小骨力穿白衣吼，袂使白相白啦。哦，咱若是一，咱的白四个人一白吼，啊四日的是咱两边哦徛整齐，哦啊中间若是穿了有较无整齐，徛当中要翕相翕袂出来。哦啊第二点我甲日本的翕相师。我第一天我就来讲你那边翕相吼，就爱倒手平翕，正手平翕，无翕到咱的背章，哦，啊，这拢是我甲提供意见，啊，也是我家婆，哦，唔是我的代志啦，啊，但是我认为讲那边翕无较水咧吼，我必须要交代整洁，我呢。你要翕的是尽量莫翕到较好、较歹看的镜头安尼，这是我的经验，我甲自己我会讲。哇，拄啊院长在甲我讲电视都，哦，我是去大美国，民国73年大美国待16冬，哦，啊民国这个2000年我才阁转来，哦，所以真10年中间。含咱民政府在动心吼，有机会，啊，尤其是这车吼，啊，大家凶个真好奇、真趣味。但是我是讲一个较唔好听的，就是较低薄啦，吼，我低薄都是为着咱的团队、咱的民政府经过的
团体的名誉，甚至咱的将来。所以咱出来是学习，吼、哦，学习，吼、哦。反正咱若是有无啥了解，大家都爱问，吼、哦，不要紧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无啥物任务有完成无完成，咱应该做，大家们拢有尽心力的做。哦，我有中央交代的事情，哦，所以记咱的议长吼，啊，同叫我讲话安尼，我讲两三句，对大家表示感谢。哦，啊，大家也是看讲较济话啦。啊，阮组人啊身体较无好吼，伊有中风过，我大家拢真甲照顾，我真感恩。哦，多谢各位。本来拢坐伫第四车吼，啊，过来甲这个第一车呢合并，啊，看到咱这团内底，这非常足侪啦吼。每一届来，我会记你第一届印象来，我看到台湾民政府安尼，咱规定三年前到位，啊，到位了后，我嘛第一届参加种团体，啊，来甲遮大家安尼来行这种路。啊！而且要讲出讲咱大家感受啦，吼！我相信咱出来日本，就是敢若独独一点，就是要学习。学习讲，咱后界接政权，咱是咪爱甲国际，看到国际宽度伫倒位。所以伫遮，我嘛会当甲大家讲，咱这个阿公吼，伫三年前我拄看到伊，我讲第一界讲，啊哪只啰嗦啦。哦，实在我冇看遮啰嗦的人，俺过到今仔日三年后，我发现我嘛大汉啊。三年的大汉内底，我今仔日有真重的感触，就是讲，会记哩，我阿妈较早，拄我今仔日我的生日，十二月二十四拄我的生日，我连续三年拢伫东京过我的生日，但是我拢过到拢家己唔知影去啊。独独伫今仔日我才想到。每一年，我阿嬷大概来我生日迄天，啊，就一直敲电话，一直卡，一直卡，一直卡，卡叫我等伊唔被庆祝，敢若食一碗红豆汤。我讲阿嬷你来遐浪哦，人是爱买蛋糕，你买红豆汤，啊，佫家己煮的，敢袂足奇怪？但是我连续啉十外碗了后，十几年拢咧啉红豆汤，啉啊惯势啊，啊雄雄吼。嘛袂记哩讲，这个物件伫我的记忆内底。啊，毋过我嘛感觉真奇怪，我的阿嬷嘛住伫十二月，差不多二十二日，迄天二十二号，伊送家号病房进前，阿嬷甲我讲讲二四啊，伊嘛去叫我阿婶煮红豆汤，我讲阿嬷你身体真歹，唔通安尼做啊。伊讲无要紧，嘛是去煮，啊煮了。伊看我食了，啊，结果过当天全挂上锁的，啊，就无看啊，就再见了。啊，这个代志我拢袂记哩。咱今看到民政府内底有一位像阿公安尼，互咱真笑脸吼。伊佫多加共生，拢生病。我想讲，我也甲伊老的共款的，我若甲伊迄种年岁，我毋知伊共款像样做搞念的无？互大家做倒单也是怨叹。我想讲。我嘛是会选择，甲伊同款安尼一直叮咛后壁的人讲，叮咛咱后一代，爱继续像这种精神，甲因讲，恁唔通嫌我啰嗦，因为吼，咱的啰嗦是要互恁骨较好，互恁骨较知影讲咱台湾的定位伫倒位，啊无咱常常拢家己袂记哩家己啥物人，家己拢袂记哩啊，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。会当予咱知影讲，即个台湾的地位，咱今仔来做，虽然你目前也无看，但是咱即张树若种落，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伊会大长，过来咱就看到啊，伊会结果子。凡说咱明年，咱过来的时阵，即张树啊已经结果子，会当来办，所以毋忘大家，搁再加油，同心。会当努力，好啊！简单甲只讲好，谢谢大家。
来机场，甲咱迄落啊，啊，诶，我喺我等了，我等了，我等了，是，我叫这个掉，我叫这个，这是台湾的，哎，啊，无改款的嘛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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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钱。二回目はですね、台南の方まで。台南。昔の日本の人間を待ってくれてる。台湾の人。なるほどね。ゲートとか高尾の方に。はい。よく見てる。はい。タワーも登りました。あった余一。あそこは行けないですね。まだ行ってます。行ってます。ダムは行ってます。台風はない。今まで。一人やったら免許だよね。警察。自殺警察。それはあの、次あの、行くまで。哎，我这里割割给他就好了，我这里割了。他给他的，我要买那西瓜吃呢。这个还有，上次，その話に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。私今神様としてもやっぱお名前は。ね、私も忘れました。あの話は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、台湾の私の去年の警視庁の警察官だった。あ、そうだった。前に行った。どうですか。しっかりやったんで。あ、ぜひぜひあの台湾あのお尋ね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どうも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気をつけて。はい。お気をつけてお帰りください。じゃあ注意回去。回家。ロボ。はい。ロボ。今日はお天気もいいし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いいですね。よかった。这番是，什么的，你也有听？我台湾的，嗯，台湾的，啊，你给我这个对。我在日本的回来的时候，几岁了？我来年四月。那么，给我这个对。看到先生，你这个。我刚刚看伊高嘴迄个，男追星的，一点一只高啊！哦，你是看高啊高嘴，不是看伊高嘴。等下我给你瞧一下。感恩。好，台湾政府好，台湾政府好。你也当把台湾配置了，你个配置嘞？是啊。哦，安装好。哎，阿林爸嘞？紧嘞，恁的护照去摕啊！你先去办。
你就坐吧。别休息。上机就跟他吐啊！日本人，哎，日文太好，日文好。耶！这边家，这边不留一张用啊？有，对吧？哎，这产品不错。哈哈哈哈哈！
挣的时候方便，起码起码。啊，那个他太敏感了。啊，这个出了什么？出了什么呢？啊，把蛋把蛋放下去。买热的呢？买热的。啊。啊。我喂，我办了，我给放下来，我给你吧。哦哦哦。啊，那我还有。干多，干多。南朝山呢？かけましたね。どうもね、この度は十分なね、おもてなしができない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。来年はもっと張り切ってやりますね。先生さん、先生さん、よろしく。で、先生、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。也碰到台湾一高手，他就是想上一些，两斤两斤的，带着他带来的，啊，他就是带来的。那我们在沙开州长，对，他高手了，啊，他高手了，不能高手，他高手，啊，他高手的，高手的，哦，他高啊，毕竟刚上有啊，啊，来一个到那里，哎，じゃあもう、对，ありがとうね，よろしく，はい。気象庁にもよろしく、はい、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、谢谢。あ、谢谢。あ、东西。あ、はいはい。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上上ね。ご案内。あ、你去挂这个。保安検査場にて、不作為に選択されたお客様に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はい、はい、どうもお元気で、はい、お気をつけてねお帰りください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对，但是要第四区哦，第四区还没有通过。啊，恁这拢怎？这拢封锁啦，这拢封锁，因为我要甲，我要甲。啊，那个一定要的呢。啊，都一点都拢会，拢会走啊！我去台湾是叮当的，台湾是不纯的。小菜，现在交流到现在第三，起码有二十多米。三区，三区，
对啊。哎，笑容面带 smile。耶。放心咯，因为台湾共同咧拍拼，即一段时间咱拢做成就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的钱。对呀，看这里。对呀，看下，看下。
来回家，来谢谢谢谢，来副议长，来谢谢谢谢，对，谢谢谢谢，来辛苦了辛苦了，来辛苦了辛苦了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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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预祝明年子孙啊！好，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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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，辛苦辛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不不不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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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请，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谢谢，好，好龙虾，哎，好龙虾，来，来，来这边接受的啦，辛苦辛苦，来，谢谢，气氛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这边请，谢谢，这边请，辛苦啊，谢谢，这边开心，辛苦，这边开心，辛苦，哎，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，好，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你的。今天功课做很少，为什么哭那么久？太辛苦了。来，有些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来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也在会场，我也看到。辛苦你了，大家好，太辛苦了，哎，谢谢，哎，不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啊，哎，你好，看这边，辛苦了，哎，周长辛苦了，辛苦，周长你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来这边。来排队，来这边请，谢谢。来，感激，感激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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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感激嘛，辛苦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这边请。哇不，好，三米，要三米，要三米啊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辛苦啦，感激，感激。哎，多谢你们，哎，辛苦了，到我。哎，副座长你好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，干净嘛，哇，辛苦了，来这边请，谢谢，有加加加。辛苦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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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辛苦了，很漂亮，很帅哦，哇，气质本身就不一样。来这边请，谢谢，快点过来，哎，辛苦了，来这边，副座长辛苦了，来来，哦，干净干净干净，好，辛苦啦。辛苦了哈，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 ，OK， 敬你一下，好来，哎，出镜，哎，干净嘛，哦，干净嘛，嗯，哦，辛苦了，我接机啊，刚刚哈，体现出这方面啊，还是北极，刚刚非常的成功啊，啊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咱有准备车，你等伊托下楼嘞。其他人吼，一旦就地解散。啊，咱礼拜五若要上迄高级班，你拢上过来。啊，一月怎样？咱礼拜五咱再见面。啊，今年见面一月一号，再去十点吼，大家是托人见面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咱解散吼，啊，无这个所在，咱冻着嘞，冇。啊，收集在那边，你熟悉一下。
第一班的接第二班的，欢迎欢迎，这里是，来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，辛苦啦，你高雄的，辛苦辛苦辛苦，辛苦辛苦，辛苦回来了，欢迎回到家，来吴主席辛苦了，辛苦，这里是。欢迎回去啊！哦，又回去了。